对吧，穿着衣服的油锁15 PM 你见过吗？别说毛格没有实力，这些全部都是油锁的全新15 PM， 全部都是穿着衣服的，这些颜色也是你只是在传说中听过的颜色，机器都是白名单的机器，香港老板都不舍得卖的，今天咱们全部拿下直发印度，因为印度的老哥已经全款拿下这40台，咱们直接一会儿国际物流直达印度。这些都是全部白名单的机器，老板都不舍得卖的。今天咱们带了100个 W 过来提机器，现在只花了30多个 W， 15系列的机器真的是太少了，香港就到这么几台，全球人一分就没了，所以你在深圳根本见不到机器，根本见不到有锁的 15PM， 一个柜台也就一台两台，其实在深圳的 15PM 都是一台机器，借来借去几十个人在拍一台手机，那真是太没面了，兄弟们，借来的 15PM 拿出来拍视频都传出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卖手机的，看看这些全部都是 15PM 系列，几个人分货我就分了40台，这个 15PM 其实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，是谁能拿到货谁就有牌面的问题啊，兄弟们，看看这些15 15 Plus 国内是可以开卡槽的，可以配合卡接使用，所以这些机器兄弟们可以尝试一下，因为30000的东西可以逼哥拉满一整年，别人一看你用的是15系列，虽然是配合卡接使用，但是它不影响逼格呀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作为一个卖手机的，你说我没有 15PM 有锁，那就相当于在啪啪打我的脸，看看咱们这一堆全部都是，并不说咱们家不发视频就没有货，虽然这些全部都卖出去了，在香港就卖了，但是你只要说你要个一台两台，那毛哥必须也能给你安排走，兄弟们，这一台就是给粉丝兄弟安排的，蓝色他就喜欢这种颜色，有些人就喜欢这个蓝色，这个蓝色看着有点像紫色又有点像灰色，屏幕外观序列号咱们已经验过了，回深圳就给老哥直接安排走了。